想知道谁是男生，谁是女生。对，我也蛮想问。这应该就是霍尔是男生，霍尔是男生。你是说真实的性别吗？还是床上的位置？但你们真实的性别不是两个都女生吗？不是，我们有一个是男生，你说你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有鸡鸡，对吗？你是男生，我是男生，哈，跟也是情侣，所以说比较常一起拍照。哦，你们是真的情侣啊？哎，对，真的，好酷。所以是因为喜欢 coser 才认识彼此的吗？在 cos 的场合认识。当时是因为他扮的那个角色是吸引到你，是不是？啊，当然完全不是、啊、没有。他那天好像是路人，然后就是我不是路人，我不是路人，我是出一个就很像路人的角色。角色对。可是把路人扮的好也很难呢。那我好奇，我想知道谁是男生，谁是女生。对，我也蛮想问。这应该就是霍尔是男生，霍尔是男生。你是说真实的性别吗？还是床上的位置？但你们真实的性别不是两个都女生吗？不是，我们有一个是男生，对，但你们可以猜，哪里搞嘞？有人是男生，你是性别男吗？我说的什么？生理男哦，生理男，生理男，你说你有屁啊？有一个人有鸡鸡，如果三个在一起，我觉得有的是你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？他们两个太黏了。哎、欸，天哪！不可能吧？不可能的、啊！不是因为那你们的声音都是女生呢、啊嗯？对啊，你是男生，我是男生。哈、啊！但因为我天生荷尔蒙有一些问题，所以我就是外表会看起来很像女生。我要看你。哈！喂！这个节目吗？怎么可能？你是男生？你的声音是女生？我可以拿我的事后拿我的身份。那这一本呢，其实也可以说明一些东西。这是我们这次的两本写真书，这个是普遍级的。你知道这个作品吗？知道那个麒麟王，对，麒麟王或棋魂，看哪个年代，就是这是这一本。镜坛光，这个是大家都可以看的，对，这大家都可以看，大家都可以看。来，然后这一本，因为听说 S 姐可以接受比较重口味，我喜欢重口味。那年这是 R 18，哇，哎，你们是很新诶，因为我们很常拍 BL， 就是男生跟男生，然后这一本是。变女人就是里面的一个角色，对，但他真的是 R 十八，所以对 R 十八的 R 十八，哇塞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等一下，我怎么还没？不能露出来会被剪掉。哇塞，这那可以看吗？可以看吗？等一下，可以看，有，没事，这个应该会上黄标。那等一下，逻辑是那你们很猛哎，啊，有点复杂，对，你们的性别还对调哎，哪一个是你啊？哪一个是我？这个矮的是他。什么矮的？那个长头发天使恶魔是我，然后这个是他。那其实也好，因为他拍照的时候，我们有专门的那个肌肉装，有的时候会有肌肉衣啊，但我那次没有穿，我那次是。所以你本身胸部就是比较平吗？垂吧，我不知道，像是垂啊。